天的磁场很好，因为今天呢是春天的第一天，立春是一个节气的转换，所以呢代表着春季的到来，所以第一道蒸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线上的你们，如果是在外地在哪里的话，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接收第一道蒸汽好不好？OK， 今天磁场超级旺的，在接收蒸汽的单额，你们要观想哈，想你们的愿望，想好的东西，想你最想要的东西，因为今天绝对会心想事成。的方法，因为我们手上有劳宫穴，头顶有百会穴，脚底有涌泉穴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侧脚踏青，然后把手举起来接收一下立春的第一道阳光。今天鸡蛋为什么会站立起来，是因为磁场正在交替的状况之下，鸡蛋是比较容易站立起来的。如果你发现到家里立蛋是立不成功的话，那可能你家里的磁场风水会有一点问题。想着你的愿望，想着你今年最想要达成的事情，然后我们感受得到阳光哈，今天立春的第一道蒸汽，我们在接收这第一道阳光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很好的。然后呢，阳光透过我们的身体，然后一直到脚底 ，OK， 天地人三个开关我们都启动了。所以在线上的你们，如果你们是在外地或在自己家里，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个动作，大家一起同时哈，一起在接收第一道阳光。现在这时间段是最漂亮的，你可以感受得到那个阳光的温温哈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发财发财，新年快乐。接下来这个步骤是最重要的，也就是我们要去启动我们的财库的，所以呢你一定要去我们的大财库，就是银行，然后进钱，根据你的生肖及时存钱表去银行里面存钱。 OK， 现在到我去启动我的财库了，走吧。